第二十三题，题组右图为子睿开车行进的速度对时间的关系图，以东方为正方向，请回答下列二十三到二十六题。第二十三题问：零到二十五秒间，车子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？他给的是一个 VT 图，老师上课教过 VT 图的面积代表位移，所以上面有个三角形，三角形面积是底乘以高除以二，这个底是15，高是20，所以呢就是15乘20除以2，这样的话变成150。下面还有个三角形，这个底是10，这个高是10，因为我们不需要管负号，负号只代表方向而已，我们是要算面积，所以呢这叫做10乘以10除以2，叫做50。可是呢这个150是上方的这个位移，是正方向位移，也就是这里的东方为正，而这个下面呢是所谓的负方向位移，也就是西方为负，所以呢这两个位移是要相减的，所以是150减掉50等于100，所以呢它的位移是向东方100公尺。所以第二三题问我们说车子的位移为多少公尺，我们答案选 A 100公尺。